在这座谈会上，我听到许许多多的香港朋友都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，就是香港变乱为治，绝境重生，正其时也。我认为这部法律确实可以扭转乾坤，产生变局效果。用一句话来概括啊，就是依法可按湘江，这一部法律就可以安定香港。